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午安。我姓林，林博仪。不过啊，小朋友都叫我 Peter 老师。那你也可以用那个 P 开头叫老师，叫 PP 老师。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在笑什么。你也可以叫我 PP 老师，没有关系啊。只不过啊，这个叫我 PP 老师，不要脑袋里面出现这个屁股的画面就行了。好的，非常荣幸啊，能够终于来到了台东站。我的母亲呢是台东人，那我是阿美族的达拉富，那所以拿来吼，太好了。这个我们今天呢、要在这里呢，跟各位分享我所知道的毕卡索。那小朋友认识毕卡索的请举手。啊，讲到毕卡索是谁，手放下来。我记得啊，对，这个我记得有一回啊。这个跟小朋友分享毕卡索，也是同样的，先问了毕卡索是谁，啊，大家的答案都一样，闭着眼睛，卡在厕所啊。我有时候很好奇啊，这个毕卡索怎么会闭着眼睛卡在厕所？这大概有可能啊，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很有可能是啊，这个厕所里头的卫生纸啊用完了。当这个毕卡索上完厕所之后，因为找不到卫生纸，他当然卡在厕所里。再不然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毕卡索啊，这个中年发福，肚子变大了。当他上完了厕所之后，准备起身的时候，哎，这个卡在马桶盖，除非把马桶盖给拆了，不然他当然卡在厕所里。再不然呢，还有可能就是啊，他上错了厕所，他上到了中国古代的茅坑，中间挖一条大水沟，一间一间的把它隔起来，两腿一跨往下一蹲啊，就可以上厕所了。只不过他一起身的时候，忘记了底下是条水沟，两腿一并，扑通掉下去。正在粪池里面游泳，他当然卡在厕所里了。当然，如果发挥想象力啊，可能答案还不止这些哈。我们也有小朋友想到了，这个他可能上完了厕所之后，哎，卫生纸没有问题，屁股没有问题，正准备起身啊，哎，按照惯例一定要按下冲水马桶键，就没想到一按下去之后啊，这一个厕所居然是一艘太空船火箭发射啊，正在飞往火星的路上，他当然卡在厕所里了。不过啊，讲到这个毕卡索啊，这个讲到这里，你会发现啊。这个毕卡索跟厕所到底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现在呢就来啊研究一下谁是毕卡索。毕卡索的全名啊叫做巴布罗·路易斯·毕卡索，不过这个名字呢是在他20岁的时候啊成年之后自己啊把它缩短变成只有3个这个名词的哈。那在他出生的时候呢，按照西班牙的惯例啊，他的音节呢大概有20几个音节。在点名表上，如果要念他的名字呢，大概要花7-8秒钟以上才念得完。那所以呢，他在20岁成年之后呢，他就把它缩短成只有3个音节。首先呢，前面的巴布罗是他爸爸的姓，路易斯呢则是他爷爷的姓，至于我们一直在称呼的毕卡索，则是他妈妈的姓。你不要回家之后乱讲。爸爸，我跟你说，我今天听到一个很搞笑的老师说，毕卡索原来是他妈的姓。哎，同学，你少一个字差很多。我明明讲的是他妈妈的姓，好吧哈。这个毕卡索啊，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他妈妈的姓。那毕卡索呢，他同时啊，也是20世纪当中啊，这个算是知名度最高的艺术大师。我们也许并不知道啊，交通部长到底是谁，不过啊，对于毕卡索的名字呢响彻云霄，几乎啊大小都认识哈。那讲到毕卡索的小时候，毕卡索的爸爸呢本身是一位美术老师，跟我一样，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小小美术馆的馆长。那我们发现啊，毕卡索小时候啊就跟别人啊与众不同哈。比方说你们在小的时候啊，这个牙牙学语的时候，第一个讲会的单字呢可能是爸爸、妈妈、妹妹、布布、扁扁还是什么的哈。可是呢，这个毕卡索啊，这个出生开口讲的第一个单字既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毕卡索讲什么？他说 peace。 你要知道毕卡索是西班牙人， peace 的西班牙语的意思呢就是铅笔，他跟大人要铅笔。当然他跟大人要铅笔并不是为了拿来啊这个挖鼻孔掏耳屎或者是塞牙缝的。他跟大人要铅笔自然是因为要画画的关系。他常常在小的时候从桌子上面画到桌子下面，从桌子下面画到墙壁上面，再从墙壁上面画到天花板上。当然后来掉下来之后就发明了所谓的蜘蛛人了哈。啊，没有开玩笑。不过呢，毕卡索喜欢画画不仅仅如此啊，他还被称之为神童。
什么叫做神童？我们来看一下哈，不是神经病儿童哈。这个，因为呢，毕卡索是1881年出生啊，1881，所以我们看到呢，1890啊，这代表他8岁的时候啊，这个大概相当于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毕卡索小时候啊，这个3年级的时候呢，这个跟爸爸呢去啊看完斗牛比赛之后呢，回到家用蜡笔画的斗牛士。旁边这个呢是大力士和他的俱乐部，同样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所画的啊。你看他画的这个大力士的身体、手脚长度的比例啊，可以说抓得非常的精准啊。右手呢本来啊是稍稍画短了一点，后来又把它给改长了，尤其是这一张脸，各位注意啊，这张脸是侧转45度角。你要知道，这不仅仅对小学3年级来讲有困难，甚至啊，对于啊这个小学6年级准备上国中的同学来讲啊，更是天方夜谭。怎么说？很多的同学啊，这个可能啊，很多的时间呢，在画人物的时候呢，永远都是正面，再不然就是全侧面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这个学校美术课里面画了一个题目，叫做《美丽的星期天，全家郊游去》。不管你画的是爸爸妈妈、爷爷还是奶奶，大家都是这样郊游的，好吧？那比如说呢，你可能画的是夏日炎炎，游泳真好玩。不管你画的是蛙式、自由式，大家都是这样游泳的，是吧？如果你画的是运动会大队接力赛，不管你画的有几个人在跑步，跑的是第几棒，大家都是这样跑的。人都是画正面的，可是你看毕卡索，他在这张脸上，他画的是侧转45度角。小学3年级不得了了。我们再往下看哈。这是毕卡索呢，1895年，大概14岁，国中2年级的时候所画的老渔夫。哎呦，国中2年级，这幅油画就算是我们现今大专院校的美术系的学生，可能也要花个好几天，还不见得能够画到这么好。毕卡索一个下午就画完了。这是15岁的时候，国中3年级所画的自己的妈妈。她先是用了水彩，再用了这个色铅笔啊，还有粉彩。完成了自己妈妈的肖像，15岁非常青涩年纪的毕卡索，他的功力啊，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各位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毕卡索接下来他在16岁的时候呢，拿下了全西班牙绘画比赛的第一名。你要知道，这不是学生类组的比赛，是包含社会人士、一般的艺术家共同竞赛的最终结果。毕卡索居然拿下了全国第一名。当时他只有16岁哈，所以从16岁啊，他拿奖之后啊，回到家，没想到他爸爸看到了这个毕卡索，知道他获奖之后啊，居然就把他手上的画笔、画架、画布、调色盘往下用一丢。为什么？难不成他爸爸要跟他说，来吧，让我们像男子汉一样的对决，一决胜负吧？他爸爸不是要跟他打架了哈？他爸爸把这个画笔、调色盘丢掉的原因是因为啊。从今以后啊，青出于蓝胜于蓝，毕卡索的成就啊，已经啊凌驾于他了，他不需要再画画了。于是他的父亲啊，就弃这个画笔啊，然后呢，将全部的这个期望呢，寄托在毕卡索身上。于是呢，毕卡索16岁之后啊，他发现在西班牙开始学不到东西了，他开始呢带着包包，于是呢前往法国巴黎，他想要进一步的深造。我们发现呢，毕卡索呢，如果从20岁以后一直活到90岁啊，92岁结束，这72年当中呢，大概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哪3个时期？20岁到23岁，我们称之为蓝色时期；从23岁到26岁，我们称之为粉红色时期；从26岁一直到92岁，这个叫做立体主义时期。讲太慢了，是吧？讲太好了，没有关系，我一个一个讲啊。20岁到23岁，我们称之为蓝色时期。为什么会有蓝色时期？说起来啊，这个有典故的哈。毕卡索呢，来到了法国巴黎，他呢认识的一个同窗好友，这两个穷小子啊，一起住在一块，又是同学又是室友。只不过他这位同学啊，在毕卡索20岁的那一年，趁他啊回这个西班牙，这个巴塞隆纳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好友啊，却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是因为啊，他喜欢的一个女生，不过这个女生啊喜欢很多男生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好朋友呢一时想不开啊，居然就自杀了啊。不过呢，这位叔叔有练过的，你们不要乱学哈。不过我要讲的重点是啊，这个毕卡索呢，因为啊跟这个好妈吉啊感情非常的要好，
所以呢，他的好友过世之后啊，对于毕卡索来说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结果呢，他从那之后呢，就把自己啊关在蓝色的忧郁世界里。我们知道这个蓝色 blue 啊，在英文的字典里头呢，它除了可以解释成蓝色之外，它也可以解释成哀伤、哀愁啊，或者是伤感、难过。那这个情绪呢，一直啊困扰着这个毕卡索，于是，在他的图画里面呢，开始大量的出现了蓝色。你可以看到毕卡索的自画像，除了一张苍白的脸，其他全部都是蓝色。这个呢，在酒馆里面的流浪汉，两眼无神的、望着前途啊，茫茫然不知所以。他的整张图画呢，都是非常脏的蓝色。可是呢，这些图画、啊、这个放在画廊里头啊，当然不会有人想要买啦。各位，你试想啊，这个图画，不要说别的哈、啊，看右边这一幅好了，有钱人才会去画廊买画。但是问题是，有钱人为什么要买这幅画回家挂呢？你想想看，如果这幅画回家挂在自家客厅，每天早上起来，你看那个小朋友一起床之后，哎，爸爸，今天早餐吃什么？我准备上学了。回头一看，啊，算了，早上吃苦瓜蛋饼好了。心情好糟，我上学去了。等到放学回到家，爸爸，今天晚餐吃什么？今天晚上吃苦瓜排骨汤好了，算了，我会上床睡觉好了。哎，这么让人家心情很糟的这种图画，根本没有人想要买啊！包括这个毕卡索的爸爸看了都觉得很难过。哎呀，好好一个有为的年轻人，怎么把自己陷在这个蓝色的漩涡里啊？毕卡索自己也发现了，你看这张自画像虽然是铅笔啊的这个自画像，不过呢却显露了当时毕卡索的心境。我们讲到这个自画像，不免提到这个梵谷，吃饱了饭肚子鼓鼓的那个梵谷。另外一个达文西，对不对？达文西也画自画像，打蚊子怕猴戏。啊，没有了。这个梵谷的自画像啊，在他从27岁画到37岁这10年当中，画了不下超过40幅的自画像。林布兰特呢，从年轻画到年老，他也画了许多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呢，全部都是正面胸像以上，也就是啊，看自己。照着镜子看自己，然后把自己画下来啊。可是毕卡索的这张自画像不一样，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姿势有点奇怪？这是他的肩膀哦，所以他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情形？我表演给你看，他是有点面向前，突然回头，哈，他为什么要面向前突然回头呢？这时候的自画像其实啊，跟他当时的心境有关。他知道蓝色时期不好。他知道一直把自己困在悲伤、忧伤里面不好，他也很想走出来啊。可是呢，忍不住就要回头想想他的好友，一想到他又不禁悲从中来，于是又掉入了蓝色的漩涡里。你要是再听不懂，没关系，我再表演给你看。面向前，突然回头 ，Goodbye my love， 我的同学，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及那一天。所以我说啊，哎，你看这个图你就知道啊，这个毕卡索想往前，但是啊，这个一回头啊，忍不住啊，悲从中来。不过呢，到底要怎么样走出悲伤？刚刚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很帅的男生，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来了好多女朋友啊。好极了，这个毕卡索呢，摆脱忧伤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23岁到26岁，他如何进入所谓的粉红色时期。粉红色时期让人感觉到浪漫，感觉到温馨。没错，毕卡索在23岁的时候呢，谈恋爱了，他喜欢上了一个女生。谈恋爱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粉红色。要不相信，问那个小朋友就知道了。好了，开玩笑。这个粉红色时期的这个毕卡索啊，开始充满了浪漫情怀。我们发现呢，他在这个时期里头啊，因为呢有爱情的滋润，所以呢他画的主题呢，多半呢都以这个马戏团的这些小丑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剧团的这个生活啊为题。然后呢，在他的图画里面呢，会大量的出现粉红色，当然也会有青黄不接啊，蓝色也一并出现的这种情形啊。不过呢，都是少数。不过呢，讲到这一幅图画。你要知道，他是在2004年，那曾经呢，创下当时啊拍卖市场的这个记录哈、啊，空前记录。各位，你要知道这一幅图画要卖多少钱？答案是新台币26亿，26亿新台币啊，在
这个台北市地保不知道可以买几栋了哈，在这个台东可以买那个看不到边界的地，26亿啊，这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呢，其实并不大啊。不过呢，在这一幅图画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的。这幅图画呢，算是粉红色时期的一个代表啊。那它是在毕卡索24岁的时候完成的。不过他其实花很早的时间呢、啊，就把它给画完了。画中的这个男生呢、啊，是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不良少年哈、啊。那他画完了之后呢，却把它搁在啊画板画架上面。他始终觉得啊，并没有结束。直到有一天，他跟朋友啊在酒馆里面啊聊天，听到呢其中有个诗人朋友啊吟诗作对，然后呢在他的诗句里面呢出现了所谓的桂冠这个字眼之后啊，哎，他突然心有灵犀，有了灵感，马上跑回家，把这个啊画中的这个男孩在他的头上加上了玫瑰花冠，至此大功告成，这幅图画总算完成了。这幅图画呢，不仅仅被誉为啊是粉红时期的代表作品，它同时也创下了这个拍卖记录，至今仍然保持前三名的地位哈。不过这幅图画背后啊，我们刚提到了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想听故事吗？来就有没有问题，我讲给你听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毕卡索呢，24岁画完了之后，隔年呢、啊，这幅图画就在画廊里面卖掉了。卖给了谁？卖给了法国巴黎一个非常有钱的商人。这个有钱的商人家里啊，生养了一个女儿。他们家隔壁呢，也住着有钱人。这个有钱人呢，是犹太人。他们家生养了一个男孩。小时候的这个女孩与男孩啊，根本就是青梅竹马。你要是问他啊，这个小男孩会说啊，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娶你当老婆。那小女生也会说，我长大以后一定嫁给你。哎，两个感情非常要好，不仅仅如此啊，两个人安同款曲，暗度陈仓。你知道，那个当这个小男孩啊来到这个小女孩家玩的时候啊，哎，小男孩会很有默契的哦，走到他们的秘密基地，就是家里面买回来的这一幅画，画框后面的右边啊，找到小女孩留给他的纸条。那小男孩也会把他上一封信要回信的内容啊，卷成纸条，放在画框的另外一边。这一幅画就成了他们两个的秘密基地。而为什么是这一幅画？因为画中的这个小男孩跟故事里面那个小男孩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各位家有听懂啊？不过好景不长，1940年代啊，这个欧洲啊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当时的邪恶轴心国啊就是德国，纳粹主义啊开着他们的那个坦克车，打不坏的坦克车啊，到处这个肆虐哈。那当这个德国的坦克车啊开向法国巴黎的时候，你要知道，纳粹呢实施所谓的民族主义哈，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法兰西斯主义最好，那其他人呐、啊、都是劣等人，尤其是犹太人，简直就是最劣等的民族。于是呢，他们发誓啊，只要见到一个这个犹太人就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所以呢，这时候呢，在法国巴黎，小男孩他们全家啊，因为是犹太人，听到这个消息要怎么办？当然赶快逃跑啊！于是呢，他们呢、啊、决定要坐上这个离开巴黎的最后一班火车，赶紧逃命去。结果没想到，这一班火车才开出去没有多久，居然被坦克车给追上。火车上的所有犹太人当场枪毙，无一幸免，全部都死了。小女孩的爸爸其实早就知道这个噩耗、这个坏消息，但是他却始终不敢跟小女孩讲。直到小女孩看了新闻才知道，原来小男孩以及小男孩他们全家通通丧命在那一次啊这个死亡列车中。她很难过，可是难过归难过，还是要长大啊。所以小女孩长大之后呢，她的父亲啊就帮她主持了一个婚事哈、啊、把她嫁给了美国的外交官，然后呢婚姻呢也算幸福美满，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只不过在这一天下午，当这个小女孩呢把她的先生跟小孩啊送去上班上学之后，一个人留在家里，就在近中午的时间呢、啊、听到楼下有非常急促的敲门的声音，叩叩叩叩叩叩，当然要赶快去敲，把门打开了。于是他就下楼把门推开，房子比较老，门比较旧，声音比较多嘛。我要讲鬼故事了哈。打开门之后，他见到一个陌生高大的男子，当然很礼貌的就问了：“啊，对不起，请问您哪位啊？”“是我。”“啊，那你要找我们家哪位啊？”“是你。”“可是我不认识你。请问你是？”
是我。那你要找我们家爸爸还是谁？是你。所以您是要来收报废的，还是要收第四台费用的？是我。你到底要找谁啊？是你。可是我不认识你啊。是我。你到底要干嘛啦？是你。可是我不认识你啊。是我。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再叫我要叫人啊。是你。可是我真的不认识你嘛。是我。各位猜猜看，搞了老半天，这个高大的陌生男子是谁啊？哎，厉害！各位啊，适合写这个推理剧了啊。没错，这个高大的陌生男子居然就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哎，小女孩非常的惊喜啊！啊，原来你还活着！可是我以为你们全家都已经死在那一列这个死亡列车上了，怎么会没事啊？是这样的，那天早上啊，我们全家本来是要搭那一班的、啊、死亡列车离开巴黎的，只不过我起床的时候啊，闹肚子疼，于是呢就赶紧上厕所，上完了厕所之后发现厕所里面没有卫生纸啊，等到拿到了卫生纸之后发现屁股卡在马桶盖里头了，等到我把这个屁股拔起来之后呢，按下冲水马桶键，结果厕所就爆炸啊，当我们全家赶到那个火车站的时候，火车早就开走了啊。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你可以逃过一劫。哎，可是你既然呢、啊，这个活出了升天，躲避了这个纳粹的战车，那你为什么没有找我？哎，你放心，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想尽办法找你。哎，慢讲，你怎么找我？有啊，我在这个网络上用那个奇摩那个离线讯息call你，你没听到？啊，1940年哪来的奇摩？啊，那没关系，那最起码我有用手机，哎。留那个语音信箱给你啊。手机是什么？手扒机吗？哦不，没关系，再不然我有在 Facebook 上留讯息给你啊。留讯息给我就留讯息给我，为什么我非死不可啊？我不要死可以吗？哦，不是那个意思啊。啊，算了算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总算找到你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终于可以。不行嘞、欸！啊，你不爱我了？不是，那是因为我已经嫁人了。啊，嫁人了？啊，对，还生了一个蠢蛋啊，不是，还生了一个儿子。啊，是这样啊？没关系，我早该猜到了。要不这样子好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如果你不嫌弃，晚上我可以跟你先生吃顿饭嘛。哦，我懂了。好啊，你在家里等我，我出去买东西啊。慢，不用买什么大鱼大肉，都不用啊。你要买什么？啊，我去买棍子。买棍子干什么？啊，等我老公回来，我们两个联手把他打死，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神经病啊！干嘛打死你老公？我又不是要当小三。哦，那我懂了。你等我一下，我出去买个狼牙棒。你买狼牙棒干什么？我怕棒球棍打不死，用狼牙棒比较有把握。你在说什么啊？等到晚上啊，他先生回来之后啊，这个一家人啊，跟着这个小时候的青梅竹马这位啊陌生高大的男子一起吃了一顿晚餐之后，临别前啊，这个小男生啊，这个不对，这个大男孩啊，跟这个小女孩的这个老公啊握手，手紧紧的握着，他谢谢他，谢谢他这个带给小女生想要的幸福。道谢完了之后呢，小男孩离开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到小女孩的生活或世界。岁月如梭，很快的，你知道，小女孩变成了大女孩，大女孩变成了病女孩，病女孩变成了老女孩，老女孩变成了死女孩。各位，生老病死很正常嘛，好不好？小女孩过世了之后啊，这个家里头啊，这个悼念这个妈妈或者这个奶奶啊，每每只要看到家里面这一幅画，就会想到这个小女孩，于是呢，家族呢决议要把这幅图画卖掉。2004年的6月，这幅图画呢，于是呢就如此啊出现在这个富比市的拍卖会场上。那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价之后啊，最终由一位神秘买家花了折合新台币26亿元的价格，将这幅图画给买回去了。猜猜看，这位神秘买主是谁？答对了，就是那个小男孩。小男孩啊，依然富有，他们家族啊势力仍然庞大。而他之所以为什么要买这幅图画，我相信各位都能够猜到，这幅图画是他跟小女孩之间啊
记忆的桥梁，对他而言啊，这个不言由衷啊，绝对非常具有意义。所以这幅图画呢，于是呢就这么被他给买走了，这是真实的故事哈。好了，知道了这幅图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立体主义时期。各位会尖叫是很正常的，哎，我跟你讲啊，当毕卡索画完这一幅图画之后，他也同样尖叫啊。他为什么要尖叫？你要知道1907年这一年毕卡索只有26岁，他完成了这一幅亚威农的姑娘。这一幅图画在历史定位上非常重要，因为它被定义为立体主义的开端。实际上这一幅图画呢，毕卡索26岁画完之后呢，就把它反过来面对墙壁，面壁思过，用布把它给盖起来，都不敢拿出来。直到毕卡索10年后36岁的时候，他已经小有名气，已经非常具有这个声望的时候呢，他才敢把这一幅图画给拿出来供世人鉴赏啊。那为什么他要画这幅图画？道理很简单，毕卡索呢，画到26岁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绘画生涯啊，走到了一个瓶颈。他发现他画什么像什么，他曾经自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小的时候就可以画得像大师拉斐尔一样，可是我却不知道该接下来该怎么画。他可以画得像大师拉斐尔一样，意思是说他画什么像什么，可是他却不知道如此下去他后半辈子还可以画什么东西。于是他开始思考绘画有没有可能有新的发展，有新的可能。于是他开始研究造型。立体主义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就叫做研究造型的可能性。把这句话记起来，立体主义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就叫做研究造型的可能性。比如说如你所见的这幅图画，亚威农的姑娘，画中呢出现了5个女生。一般而言，我们对于女生的这个概念啊，图画就是很柔软的线条曲线之类的。可是呢，毕卡索呢反其道而行，他在这幅图画里面把女生啊画得非常的刚硬，甚至呢尖锐的线条。如果不讲，还以为他画的是钢铁人呢、啊，再不然就是无敌铁金刚啊！我的天哪、啊，那个手头几乎可以把人家撕成碎片了嘛！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要挑战传统。我为什么要跟大家一样？为什么要跟过去一样？他打算突破传统，于是呢，他才会思索所谓的造型的革命，研究造型的可能性啊、哦。我们再往下看，你看这幅图画，贝尔南代的肖像，他画的是一个女生，可是他把这个女生画的就像一个大石头，一座大山一样，因为那是那个女生啊，她的地位啊，社会地位给人的感觉，所以他画的并不是眼睛所见的，而是画毕卡索心里头所感受到的这个人的个性或内涵。所以呢，他把这个人画得像大石大山一样的那种稳重，那种重量感啊。就像这一幅图画也是一样啊，他把人的手脚画得很大，一个人啊仿佛就像这个罗马时期的那个大理石雕像一般，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重量感啊。这在过去绘画里面呢、啊、是很少出现的嘛。那如果再不清楚所谓的这个立体主义研究造型的可能性，我们来看这一些连作，总共11幅。我们来看毕卡索怎么样用牛来解释立体主义哈。这些呢都是啊西班牙的传统斗牛里面的那种公牛，哇，你看很威猛哈。然后呢再往下，你会发现呢，毕卡索开始研究造型的可能性，将它呢简化成啊简单的线条跟色块。到这一个版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啊，最后第11版，毕卡索将牛呢简化成如此简化的线条。这个弧线呢就代表什么？牛角。这个呢就代表香蕉。男生出门都要带香蕉的嘛，怕肚子饿啊，好不好？好，所以你会发现呢、啊、一只公牛啊，哎，简化到这里啊，居然变成如此简化的线条，这个就是造型的革命。再看不懂，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呢是名称叫做母牛头像的一个作品。猜猜看这个作品是用什么东西组合的？哎，厉害，他用的是脚踏车的椅垫加上把手，将它组合在一起之后呢，给他一个题目叫做牛。换言之，这个牛怎么做的？毕卡索说，我做了一只牛，但是它不像一只牛，可是你知道它是一只牛。了解，很好，谢谢。再往下看哈，你看1949年他所做的这个母牛哈，也是同样的。谁说牛一定要做得很像它才是牛？不一定啊，就算我做的不像你，还是可以知道它是一只牛。这就是我刚刚那句话的意思。如果你听不懂，我再讲一次。他做了一头牛，但是不像一头牛，可是你知道它是一头牛，不需要做得像，理解哈。再往下看，
这是一只什么？哎，一只鸟。正确的说法，它是一只秃鹰。这只秃鹰啊，毕卡索呢用了别人不要的材料，比如说啊，这个瓶子的这个瓶口啦、啊，或者是这个瓶身啊破掉的洞啊，然后装上另外一个瓶嘴哈、啊，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壶，大笔一挥，于是就变成了秃鹰。这个呢是毕卡索的立体主义的第二个解释。1961年，这一年呢、啊，80岁，毕卡索呢第二任婚姻，他娶了一个女子叫做贾桂琳。画中的这个女子呢，就叫做贾桂琳哈。贾桂琳这幅图画怎么看来？我教你，你把左边的脸遮起来，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张侧面的脸？有哎、欸，有一张侧面的脸哦。这张侧面的脸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不开心，很明显是不开心的。侧面脸所看的方向就是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啊，其实呢是贾桂琳啊跟她前夫所生的女儿。那毕卡索呢，因为不知道这个女儿啊，应该说了，不知道这个拖油瓶喜不喜欢毕卡索这个新的爸爸，所以呢，毕卡索就把他的脸啊画得整片都是黑的。那他呢也同样担心啊，他能不能接受新的爸爸，所以心中是有一点点忧郁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右边的脸遮住呢，又可以出现半张正面的脸，嘴角微微上扬，代表他是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呢？因为面对新的婚姻，在毕卡索80岁这一年，他本身36岁哈，那他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幸福的事情，所以呢，他的脸是开心的。旁边的这个帕洛玛是毕卡索最小的女儿，她当然是快乐的哈，因为多了一个新的妈妈。所以整幅图画里面呢、啊，你可以看到这一张脸很厉害啊，不仅仅只有正面的脸，还有侧面的脸，有开心的脸，还有不开心的脸，不仅仅3D， 它简直是4D 呈现，这个就是立体主义哈。再往下看。我们看呢，毕卡索在晚年的时候呢，对大师致敬哈、啊。这幅图画呢是马内先生所画的《草地上的午餐》。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中年以后啊，50岁以后、60岁以后，他所画的图画呢，仿佛就像啊返璞归真一般呢、啊。你看他画的图像不像我们小时候画的？你看这个手简直跟棒球手套没什么两样。再看这一张，这个人简直跟预饭团没什么差不多啊。草地上的午餐啊，被毕卡索改造成这副德性啊。他其实想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啊，其实画画不需要像画画，只要画出乐趣就可以了。你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充满了乐趣啊。这幅图画呢，画的是小男孩与卡车，他画的是他大儿子保罗啊，在树荫底下、啊、正在玩一台玩具卡车。我教你怎么看。画中的这个绿色啊，代表啊这个小男孩由下往上看的那个树荫的绿色。换言之，这些黑色的线条代表什么？代表树枝。所以我们要请各位猜一下了，这些白色像羽毛般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哎，一，蒲公英飞过去；二，鸟掉下来的羽毛；三，掉下来的鸟大便；四，棉花絮。请问答案是什么？你们不认识我，如果你跟我熟一点，你就知道我给你的答案选项里面通常不会有答案，所以呢，答案是以上皆非。答案是什么？这些呢是从树与树叶与树叶之间的缝隙所穿透下来的光线，有听懂哈？这是从树荫之间穿透下来的光线。换言之，来猜猜看，小男孩脖子上面的这一块白色的斑点，它代表的是一牛皮癣，二汗斑，三。掉落在脖子上的蒲公英，四掉在脖子上的鸟大便。哎，有人猜中了，洒落在小男孩脖子上的光线，不仅仅这个哈，包括像脚上、膝盖上、脚掌上，这些都是洒落下来的光线。底下的这些既不是汤圆，也不是弹珠，它这些白色的点啊，通通都是从树荫之间洒落下来的光线。你可以看到。光线不需要画得很逼真，不需要画得很写实，用玩的方式就可以了。这是毕卡索在晚年的时候告诉大家的哈。这一幅图画呢，是毕卡索画他自己的第一任大老婆，叫做奥尔加。奥尔加呢，本身是俄罗斯人，他是一个跳芭蕾舞的名伶。可是呢，他对于他跟毕卡索的相处其实很糟哈，因为呢，一个个性很急躁，奥尔加的个性很急。可是呢，毕卡索的个性却很温啊，很慢。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啊，这个奥尔加经常会唠叨不休。这一张嘴啊，画的就是那个拉链拉不关不起来的嘴巴。
有看懂哈、啊？就是他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唠叨不休的哈、啊，然后那个嘴都关不起来的意思哈、啊。这是他画的奥尔加，那这个呢也是奥尔加坐在啊有那个圆扶手上的这个椅子上的这个奥尔加。那这个呢是毕卡索所画的斗牛士，这个斗牛士啊一样啊，你可以看到一张正面跟一张侧面的脸同时在一张脸上。至于这个呢是雕刻家，那这个雕刻家呢画的其实就是毕卡索本人他自己了、啊、哈。那因为呢他有结交了一个新的女友啊，那这位女友呢不满20岁啊，非常的美丽，那非常的青春，所以呢在啊毕卡索的眼中看来啊简直就是一个极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右手啊托着腮，左手抱着胸，感觉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意哈、啊。那把左边的这个灰色的脸遮住呢就是侧面的脸，两边一起看呢又变成了正面的脸，不管侧面或正面都是开心的脸啊。那至于呢这个两腿中间的这个就是还是香蕉啊。好，这个呢是毕卡索所画的海边玩球。各位你看啊，这个海边玩球这幅图画很有趣，它像不像你在很小的那个小时候所画的公主差不多啊，几乎一模一样啊。那毕卡索呢晚年的时候啊，你可以发现啊他的作画方式啊几乎都跟小孩子相同，所以呢毕卡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我在小的时候呢就可以画得像大师拉斐一样，可是呢我却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如何像小朋友一样画画。而如今在这里皮皮老师啊要做一个总结，也有两个重点。头一个呢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啊，这个既然毕卡索都把在座的各位呢当成老师来学习了，所以在你们身上呢其实拥有啊你自己想象都想象不到的无穷潜力哈，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说想法很重要啊。我在幼稚园教画画教很多年，我记得12年前啊有一个经验至今啊仍然深深记得哈、啊。那一回呢我们教小朋友画牛，我们同样讲了一个牛的故事，然后给他们看牛的图片，于是50分钟开始画画了。那因为呢是开学的第一堂课，有小朋友一进教室呢就哭着要回家，过了5分钟安抚下来之后才开始画图的哈。很快的50分钟啊过去了，准备下课了，请小朋友把作品交上来。第一个交作品啊迫不及待要回家的那个小女生，小班的女生，就是一开始上课哭了5分钟的女生哈、啊、她把图画交上来，结果我一看傻眼啊，上面只有简单的几个点点几条线，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呢基于鼓励啊赞美才是王道，绝对不能够妄加批评指教跟谩骂，于是我心平气和的问这个小女生，我说哎你画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老师那是草。哦聪明，牛就是要吃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嘛，太好了。哎还有一点点时间，你要不要回到作业把那个草画多一点呢、啊、老师不用了，牛已经吃饱了。啊、哦、牛吃饱了。那牛要不要画一下？那牛呢？牛回家了。老师我可以回家了吗？啊、哦、你可以回家了。老师的画画课这么恐怖啊。啊你可以回家了。来来来来，第二个小朋友来来。第二个小朋友是一个中班的小男生，他的图画里面没有看到牛，只出现一团龙卷风。我可以想象到说他把我多少的蜡笔弄断，把多少的彩色笔弄到没有水哈，一大坨的龙卷风画在那上面。我看得简直快呆掉了啊！但是基于鼓励赞美才是王道，绝对不能够妄加批评指教跟谩骂，于是我心平气和和颜悦色地问他，我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老师这个是怪物啊？怪物？哎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搞错？我今天花了那么多时间跟你讲这个牛阿布义的故事，阿布义的故事你知道吧？没听过啊？哎有一只牛正在吃草的时候吃得津津有味，结果隔壁来了一个隔壁村庄来的牛，他就很不客气地问他，哎看你吃得这么津津口有味啊，好吃吗？什么口味的？草莓味。啊草莓味，我调理的噗噗了，怎么可能会有草莓味啊，我吃吃看。结果这牛吃了老半天都吃不到草莓的口味哈、啊，于是就很气的很生气的这个问他，哎你都骗人，哪来的草莓味啊？对啊草莓味，草莓有味道的意思啊，开玩笑的。哎我说啊我都讲了一个故事给你听，也让你看这个牛的这个图片了，好说歹说你画头牛嘛。啊牛呢？老师被怪物吃掉了。啊被怪物吃掉了？
那然后呢？怪物呢？怪物就回家了。老师，我可以回家了吗？昏倒，大家都急着要走啊，那你可以回家了哈。来来来，第三个小朋友，第三个小朋友啊，是一个中班的小女生，她交上来的时候啊，我一整个又是傻眼哈。她画了两坨龙卷风，中间一条线。我没好气的说啊，哎，我说你会不会是画了两只怪物共同吃掉了一头牛，中间剩下一根牛骨头？老师，不是啦，这个是学校，这个是我家，我等一下就要回家了。哦，我的天哪，大家都急着走是怎么回事啊？哎，我说啊，如果你这个是学校，这个是你家，等一下你就要回家了啊，这一条线既不是牛骨头，那请问这一条线是什么东西啊？老师，那个是桥啊。哦，我懂了，你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座桥，哎，你要不要回到座位去把这个桥画清楚，看是铁桥、木头、木桥还是这个水泥桥、铁桥都可以，把它画清楚、画仔细好不好啊？老师，不用啦，我家住板桥，那个是板桥。这个我要跟各位讲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啊，画画这个很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以上这三个小朋友画的都是对的，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比较不乐见的是，你今天可能在学校画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叫做《美丽的星期天》，你拿回家给你妈妈看，妈妈说：“哎，你画得很好啊。”可是《美丽的星期天》美丽的含义是，我不知道哎，全班都画一样的啊，全班都画一样的啊，那《美丽的星期天》之所以美丽，这个美丽的含义是，干嘛问我啊？问老师啊，老师叫我这样画的啊，这不是你自己画的吗？好吧好吧，那美丽的星期天想告诉妈妈的意思是，哇塞，你问老师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啊，如果你画一幅图画画得很美丽，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画，你没有加上自己的想法，那其实是多余的。各位家有听懂哈？再来第二件事情，我还有一分钟哈。经验法则很重要，但是啊，创新更加重要哈。毕卡索今天之所以为毕卡索的原因，就是他敢于挑战过去，然后呢突破传统，然后呢创造崭新的风格。那讲到这个经验法则，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经验法则就是前人怎么说你就照着怎么做，烧灰潮水嘛。但是啊，我要讲的是，有时候啊，按照经验法则不见得是对的哦。那什么叫做经验法则？比如说我今天是从台北啊坐飞机啊飞到台东的，那我就想到这个笑话。这个有一个老机师准备要退休了，就在他退休的前一年呢，公司每年的这个健康检查突然发现，原来这个老机师接近全盲，他眼睛视力不到0.1耶，几乎是看不见的，居然可以开飞机。公司的高层啊就很生气的把他给找来，哎，你说说看，哎，你视力这么差，你每年的健康检查你怎么过的？哎，那还不简单啦，视力检查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打个暗号我就知道了。谁知道你们今年换了一个新的视力检查表，我来不及背嘛。啊，来不及背啊？不就还好换了一张新的，不然我都不知道你原来视力这么差。哎，你说说看，你眼睛几乎看不见，跟个瞎子没什么两样，你飞机怎么开的？开飞机不就是飞上去到目的地然后降落嘛。哦，被你讲得这么简单，那好，你先说说看，你飞机怎么飞上去的？好，拜托，一架飞机都有两个驾驶吧？我请这个副驾驶啊，把飞机啊，在这个跑道梯田上准备好之后啊，哎，把我接手，我就把这个油门踩到底，接着数到26。啊，油门踩到底数到26，为什么？等到数到26啊，就是可以把机皮拉起来飞上去了。啊，那要是超过26呢？笨嘞，那就撞墙壁了。哦，不对，那我还要你开飞机干什么？你需要我飞到目的地啊。那好，你怎么飞到目的地的？哎，还不简单，都有卫星导航啊，设定目的地它就自己到了啊。那我要你开飞机做什么？你需要我降落啊。好好好，讲到降落，哎，副机师没办法帮你了吧？你怎么降落的？降落就更简单了，对准跑道，副机师说准备降落，我就把机底往下压，接着等暗号。啊，机底往下压，直冲地板，你还等信号？等什么信号啊？等副机师尖叫啊。为什么等副机师尖叫？等他尖叫就是准备撞地板了，赶快把机底拉起来就降落了。掌声鼓励。我的意思是说啊，
如果按照经验法则，瞎了眼的人都能够开飞机，但是啊，绝对不会进步的哈。那所以呢，如果各位小朋友要保持进步，一定要时时去想如何创新，创新啊才能够开展出这个崭新的道路。那我们今天呢分享呢就到这边，时间有限，只能到此了。我是 TT 老师，谢谢。